期韩国各大论坛上都在讨论关于 Red Velvet 成员 Yelly 是否抄袭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争议。原因是在 Yelly 近期发布的夏威夷度假照中，有一些和 Jennie 先前到访夏威夷时所发布的相片相似，因此部分外国网友就认为 Yelly 抄袭了 Jennie， 便纷纷到贴文底下留言攻击他。而韩国网友得知消息后，便立刻出面替 Yelly 抱不平。网友们表示，真的太荒谬了。那些网友只是从数百张照片中找到几张相似姿势的照片罢了，这样就说是抄袭，会不会太牵强啊？此外，由于两人本身交情就不错，因此不少网友也笑说，在我看来，这就只是 Yelly 和 Jennie 的 Lovestagram 呢。